蓝屿高中棒球队2018年在各方支持下，终于站上天母棒球场一员，可以抱其梦。为了让更多的在地学生圆棒球梦，蓝中特别举办暑期棒球营，希望将棒球运动向下扎根。那希望，从下往下扎根啊，让蓝屿的棒球运动呢，能够更蓬勃的发展。学员认真的学习跑步、移动接球。这次蓝屿棒球营有近40多位报名，教练认真的教导前来参加的学员，希望从快乐的学习中产生兴趣，并激发小朋友的运动潜能。你就爸爸一直看呢，就突然有一天想要玩看看，然后就喜欢上棒球。就是接球的时候注意看球啊，然后那个专注力会比较好，就是不要分心，要不然球会打到自己。校长表示，期盼透过企业抛砖引玉，邀请产官学界投入，携手推动棒球运动在蓝屿扎根，成为原乡孩子改变生命的力量。原视新闻小曼里达森台东蓝屿采访报道。